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。冬天到了，除了吃饱穿暖，不要忘记去打疫苗哦。新冠 XBB 疫苗跟流感疫苗已经开打了，可以打的民众一定要赶快去打。而且啊，疫苗都是政府核可的，不管是哪个厂牌都有保护力。还有65岁以上的朋友，记得再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哦，赶快打疫苗，大家和我一起健康过秋冬。